大家好，我是洛克人 X Dive 制作人的伊田 Ben。 我海继续戴口罩了，为了疫情，一起加油。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个重大重大的新系统，就是即将登场工会系统。大家是不是等很久，对不对？8月25号的时候，游戏内的主画面的右边有一个灰色的 icon， 但是可以看到，但是还不能按，还不能打开了，所以请大家稍后，快要开翻。现在就让我先来为大家说明吧。介绍工会系统要分两个部分说明：第一，如何加入工会；第二，在工会可以做什么。大家准备好了吗 ？OK，Let's go。先要加入工会或创立工会需要30级。如果玩家想要创立自己的工会的话，则除了30级之外，还要500矿金。会长可以设定加入工会的条件。另外，想要加入的可以到这个页面找自己喜欢的工会，然后提出申请神会长审核。第二，加入工会就可以享有工会的一些资源，例如说每日捐献金币后就可以在隔天获得宝箱，还有每个月会固定举办工会成员共同讨伐 Guild Boss， 还能领取到奖励。讨伐 Guild Boss 有一个小技巧，大家可以先去挑战两个小 boss， 增加 buff 之后再去挑战 guild boss。 当然如果你很厉害，也是可以直接去挑战 guild boss 哦。为了庆祝工会系统上线，我们有举办了很多工会活动回馈玩家，例如加入工会、参加 guild boss、 讨伐工会打指定人数，还有工会贡献度等等。大家记得开放工会系统后赶快加入工会哦。另外还有一个小巧，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工会系统里面有3个人在工会设施里面跑来跑去哦。好 ，OK。未来工会系统将会开放更多、更多、更多的功能，请大家密切锁定哦。然后大家有没有看到第16章有出现的新角色，很漂亮的角色吗？好像 Rigo 的感觉，对不对？之后的剧情会有重大、重大的发展哦。同样，请大家继续关注。OK， 好了，就是这次的 Dive Time 结束，我们下次的 Dive Time， 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